既然祝宇已经开始觊觎热海之力，那说明他离彻底封魔已经为时不远了。我们和天庆之海终有一战，是时候将齐和越今朝带回御剑署了。我没多长时间了，接他们回来是我的责任，而且齐好像恢复记忆了，我想看看他。我只想要一个真相。不要再问了，我不想让真相伤害你。祝宇，今朝对我来说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在意的人，为什么你总是要在他的事情上瞒着我骗我？你不告诉我，我自己去找。他为什么非要走？他为什么不愿留在我身边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君上，我快控制不住，我快控制不住了。不是早就想好用我的女儿来对付我，你们又有何惧？你刚才是在下药？去，别罗环。该来的终于要来了。洛家果然有泉眼。三哥小心！你明明有那么多机会，却从没打算告诉我。金正，到现在你还在隐瞒我。小袁，不管出于什么原因，作恶就是作恶，不对就是不对。不要觉得我们自己有多了不起，牺牲这么多无辜的人来成就我们的信念，我们才是万劫不复之人。